山传出了一起车祸意外，游客抵达了阿里山游乐区的时候，准备要卸行李，结果竟然遭到了后方的游览车夹击。他怎么了？就这边两台车夹住，然后手脚应该是这边有一点流血，然后脚骨折。对，脚骨折，所以要先到家。原来这起意外，当时这个救护人员抵达的时候呢，其实现场有两名的伤患，包括了一名50岁左右的妇人和11岁左右的小女孩。原来呢，他们是到这个阿里山来游玩，当时呢抵达了之后呢，准备要拿行李，站在这个游览车的正后方，但是呢后方的游览车疑似是这个司机的操作不当，所以呢司机下车说要帮忙拿行李，没有想到呢整辆车子竟然是往前滑行，后来站在前方的这两人呢根本来不及闪避，遭到了夹击。妇人呢是受到了骨折，而女童呢是受到轻伤。肇事责任以及相关的赔偿还要进一步的厘清。但确定的是，这个假期也因为这样的车祸意外而没有办法顺利进行。